今天早上你是不是生病了？今天是阿舍开学第一天，但是他开学第一天就生病了，完美躲过上学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吐完了，我又好了，我就把抱回来的杯子和果汁都喝掉了，然后我就再玩一玩。我看你今天生病好像是装的，爸爸要带你去优厚的。出去玩好吗？我喜欢吃肉。什么是肉？我喜欢跟你一起出去，爸爸。我不跟出去，我只能跟视频。我可以跟一起出去，我就不用跟你视频了。是吗？来，从这里跳。来 ，1、2、3。等一下到家了，不要睡觉了，好吗？